大家好，我是陈奶奶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印尼非常经典的糕点，叫千层糕，椰汁斑斓千层糕。这是一位网友要求的，但是也是最经典的。这个掌握了以后呢，会变化出很多种的糕点出来的。其实呢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在它的原配方上边呢，稍微改动了一下，原配方呢，它的糖起码要是这个面粉一半，无论你用什么面粉呢，这个糖的量是要这么多的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只用20的蜂蜜，这里甜菊糖不能少了，3克，粘米粉、木薯粉。奶奶呢，为了大家便于掌握呢，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面粉。这个是180、180、360了嘛，加40克的面粉，面粉呢比较硬，但是颜色没有那么漂亮。如果你出去买的，它比较硬，那个成型特别的漂亮，但是又特别白。它用面粉，但是加了增白剂，我们不要加那些东西，用米粉就很白。这个是一定要的，斑斓香精，就是斑斓的精华。文妮拉的香精，做蛋糕用的椰汁，这个椰汁呢，奶奶认为还是蛮正的那个味道。斑斓呢，其实很容易，你把它洗干净、擦干净以后，这样对折，能看到？对折以后一窝，它这边还是相当硬，窝一下不怕的哈，它不会断掉，没有那么焦脆，窝回来。从里边拉出来就可以了，把不漂亮的剪掉就可以了呀。你拉得紧它就很漂亮，但是太紧味道煮不出来。我们先煮斑斓叶，要把香味煮出来，因为太烫你不能放那些粉啊糖啊进去啊，要稍微的凉一下。斑斓煮了有10分8分钟就可以把它挑出来。朋友们会看到没有什么颜色，其实啊，斑斓的种类很多的。如果我们以前在印尼家里边的工厂呢，就是要用两种的斑斓，有一种是颜色特别漂亮，就没有香味，是要它的颜色。这种呢是特别的香，又没有什么颜色，你看一点点的黄色罢了，你打汁也不会很绿的。等一下要用斑斓的香精，它也是纯天然的，没问题了。这个椰汁没有加别的东西，而且很浓郁，整个就是浓缩的椰浆。因为有的牌子很明显是加了牛奶了，加了牛奶那个味道又不对了，而且颜色也不会那么漂亮。糖也加进去，奶奶家呢不用白砂糖，奶奶做不到无糖了。你吃饭吃面，面粉、蛋糕、面包都是糖，其实面粉进去还是糖。先把甜叶菊放进去，甜叶菊呢就是不升糖的糖，糖尿病人吃的，听见很贵，200-300块钱一瓶，但是会用很久。把木薯粉跟米粉加进去，这里呢其实原配方呢它是米粉比木薯粉多，木薯粉其实是越多越健康，它也不怎么升糖的。但是如果你直接用面粉呢，颜色就没有那么漂亮，看不看到，很明显是黄的。用太多的米粉它还是升糖，考虑一个升糖的问题。现在要放香精 0.5 就好，搅拌均匀，把它分开，而且还不是很浓稠啊，浓稠一点其实你好操作。这个水的量呢其实是要算你的模具，材料都放进去以后，那么我们需要把它过滤一下，因为它还是有沉淀，看不看到这些块，如果你不把它过滤好的话，那么等一下你的糕就不均匀。现在再倒回来一半，
该是绿色的比较多一点，绿色的会多一层。那么我们这样应该是差不多。今天奶奶不用那么大的模具，为了大家看的方便。其实印尼呢是做15层的，通常如果外边卖的也是15层，马来西亚做9层。那么家里边有的人做6层的没问题的，这个没有规定。其实呢就层数越少越好掌握。今天我们这个模子好像放不下15层，就不要太多。这个跟千层蛋糕不一样，你做的太薄了，颜色不漂亮的。我们放斑斓香精，这个不能太少了，先来个半勺吧。这个太少了是没有效果的，要调到比较绿。等一下那你的那个白色才会很白，要是你调的颜色浅的话就模糊了那个感觉。要慢慢调，这个不要着急，一下子你调不好的。差不多要这样翠绿的，这样就可以去蒸了。把你的模具上边喷一点点的油就可以了。先来绿色，每一次拿粉浆进去的时候搅拌一下，不要太满就刚好。慢一点，下边有油，它铺的不太均匀的。把你的锅盖上边放一块布，就没有水滴下来。中火偏大可以了，不用太大。这个勺子啊，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勺子的话，我旁边准备一瓶水，这样就没有绿色了。5分钟，每一次都5分钟。好，我们看看怎么样。颜色也不错，对吧？熟了以后会颜色深一点，搅拌一下。不要着急，要把角落要放到，就是这样，一直到把你的粉浆用完。哇，满得不得了，最后一次，这太满了，刚好一次。加一个筷子在这边，不要让布粘在它上边，还不稳妥，再加一个吧。总之你想办法不要让它挨着。最后这次要25分钟，我们的料就刚刚好用完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面是没有那么漂亮，但是不怕的，等一下冷却以后它会回缩一点。现在好烫就不拿了，等一下凉了再倒模再切，不凉你切不了的，就不要着急。等它凉了可能也要一个钟头。椰汁斑斓糕，刚才放的太满了，还有3个筷子的痕迹，不要紧的啊，有点黏就要用刀了，就是那个口上边罢了，里边应该不会，因为是放得太满的关系。你看这个旁边已经离开了，我看它漂不漂亮，先看一下，一层层的看，都是这样，稳妥一点。好，下来我们这个手扶着它的边，给一点空气它，它下来了，没有多少粘在上边，你看不看到？
的手扶着一点那个塑料袋就可以了。出不出来？出来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市面上卖的呢也是这么宽，这个包装呢其实是这样子，奶奶家这个其实就是小的保鲜袋，好，你把它放在比较前边的部位，就是下边还够包起来。好，反过来可以了呀，完全手都没有碰过它的，已经是一块了，对吧？啊，是瘦的呢也是这样，就一片一片的，你家里边也可以这样，热吃冷吃都好，但是晚上你吃不完要放雪柜，有腌制的东西非常容易坏掉的，不要放在外边过夜，就是这样 QQ 弹弹。奶奶小时候呢喜欢这样吃，喜欢拽着一层层的撕的吃。嗯，好香。这个就不光是椰子的功劳了，椰子跟斑斓它的香味是特别特别大的。我们现在不知道多少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就差两层，下一次不要用这个模具了。奶奶还想得清楚一点，大家能看到很香很甜，不算甜，奶奶调的不甜，你可以再放白砂糖放多一点也可以。说是很麻烦，其实也没有难度，就是考耐心。大家有机会也试试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